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别走啊！你是谁啊？十三爷，又是你！你玩够了吗？你真的就这么无聊，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打发时间吗？你难道就没有感受到我的一点点真心吗？如果你是真心，你就不会把我推给四爷，更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践踏我最真实的东西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可曾想过，小薇是不是真的想嫁给你？小薇，我原本只是想走进你心里，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所以哪怕是千方百计，哪怕是丢尽了脸面，只要能让你看到我的一点点真心，我都去尝试了。他如果是真的想戏弄我，又何必费这么大力气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都给吗？我都给。我要你娶我，你放手。宁愿被你讨厌，也不想被你忘记。十四爷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，也不找人陪陪。你是要跟我玩游戏是吗？滚。